印钮雕刻完成之后，篆刻家再在精美的印材上篆刻印面和边款。这样创作的篆刻作品，最终完成了印章艺术的三美合一。金石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，彰显着民族的风采和精神。寿山石文化则是这风采和精神的凝聚。难忘的2008，感谢把心血托付在寿山方寸间的艺术大师们。你们的展览给我们展开了一个奇妙的艺术天地。金石永寿，永寿金石。柔润而恒久，鲜艳而厚重，冰冻的火，凝固的水，像飞星在人间，像仙云在游走。将记于史册的中国第一届寿山石篆刻艺术展，是发扬民族精神的金殿，是远播中华文明的巨轮。祝福你，每个三美合一的中华瑰宝。祝福你，每个永恒与观众之心的人间精灵。